先开经本第26面第五行，26面第五行，或有无量诸海神。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这一类的神众，人数也是无量无边，像这些词句，我们都要细心去体会。它超越了所有的界限，显示出一真法界，都在这个无量两个字当中。诸海神要用我们现代这个行业里头来说呢，这就是航运家，我们从前讲的航海家，做这个航运工作。过去只有这个航海，现在还有航空，这是看看到后面呢，我们有没有看到类似的。海它很深很广，所以用它来代表我们的性德。本性里面本来具足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无量的才艺，夜夜都是深广无际。这个意思在这部经里面有很清楚的显示，所以它是比喻法性大海。接着我们看这个上首的德号，一共有十位，每一位里面都是说的性德。所谓出现宝光诸海神，唯有自信才能称得上真正的是宝。世间人往往将这个稀有之物看作珍宝，贵重的金属，贵重的宝石，人人都愿意收藏，都希望拥有。这个是代表财富，也代表在社会上的尊贵的地位。实在说呢，这些宝物它的用途依旧是非常有限，充其量
你一生的起受用，来世之后就不见得能得到。这个世间有形的这些宝物，决定带不走的。那么佛给我们讲，这个自信里面有三宝。佛教给我们皈依，皈依三宝。这个三宝啊，注意一定要清楚啊，是指的自信三宝，不是自信之外的。自信三宝，世尊跟我们说，第一个是自信觉，自信本来就觉。不觉，这是错误的，你迷了啊，自信本觉。那么这就称之为佛宝。佛这个意思，这是印度梵语音译过来的，意思就是觉。觉就不迷了，觉而不迷，这个是宝。第二呢，自信本来具足正知正见，对宇宙之间，在佛法里面讲的虚空法界，一切万法，一切法中，无论是大是小，大经上讲的世界，小在经上讲的微尘，一切法你都彻底明了，这个叫真知真见。真知见本有的，这是宝啊。第三种呢，是自心清净，真如本性，从来没有染着的，静而不染。所以自性里面的觉、正、静是本来具足的。那么现在我们要问，我们是不是不觉了呢？是不是不正呢？是不是染污了呢？给诸位说，没有，决定没有。那么我们现在，这佛在经上也常讲啊，我们迷惑颠倒啊，邪知邪见呢，不但污染呢，而且还变成五浊恶世，这染污到了极处了。诸位必须要知道，迷邪染是义地上面，不是本性，性上面绝对没有迷邪染，称之为三宝啊。
迷邪染识异地里面的，我们讲的一时一根，这个是迷邪染啊，自信怎么会有迷邪染？自信要有迷邪染，那个事情可麻烦了。那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够明心见性呢？自信里头没有啊，只有觉真境，没有迷邪染。可是意里面呢就有了。意里面有迷邪染，也有觉真境。这个要知道。觉悟了之后，那个意就是觉真境，迷惑的时候啊，意就是迷邪染。所以永嘉大师说啊，分别也非意呀。我们细细玩味他这句话，那么这个称之为三宝。从这个三宝出现宝光啊，这个宝光是什么？如果我们具体来说，就是大方光佛华严。这是出现宝光啊。大方光佛华严是什么呢？就是一真法界，就是我们讲的净虚空变法界的一真庄严。这是从自信三宝里面变现出来的。所以佛在这个经上说啊，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心就是心性，自信能变，自信是觉真境。识是能变，心性啊是能现，识是能变。把一真法界又变成了十法界。一真法界为什么会变成十法界？识变的，识就是意，意变。因为意有迷邪染，迷邪染的程度不相同，就变出来的境界就不一样。那个要细说啊，说不尽啊，无量无边，这个境界都是众生的妄想分别执着变化出来的。觉悟了之后，十法界就是一真法界。那么从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体会得到，如果你要是用心，法界是一真的，法界是一真的，心是真心的。如果你要用的是意呀，那就是十法界、百法界、千法界、无量无边法界。十法界、百法界
都是从纲领上讲的，细分法界无量无边啊。为什么呢？我们每一个人就是一个法界，你的法界跟我的法界不相同，我的法界跟他的法界又不相同。楞严会上佛说得很清楚啊，同分见妄，别业见妄。一般大乘法里面讲的共业别业也是这个意思。我们今天在这一个讲堂张开眼睛，我们看讲堂现前的状况，每一个人都看得很清楚。我所看的决定不是你所看的，你所看的决定不是他所看的。个人是个人的法界，每个人看都差不多嘛，说出来都一样嘛，那叫同分见妄，我们叫共业。共业就是我这个业给你那一份业就相似啊，还是个人个人的呀。共并不是 是完全相同，不是的。只可以说相似而已。譬如这个讲堂有几十盏灯，每一个灯放的这个光，光与光融汇起来，这很明亮啊！光光交互啊，这就好比是共业，而实际上每一支灯光跟其他的灯光混不混杂呢？不混杂了。你熄一盏，它灯就没有了，这一盏就没有了。你这一盏灯熄掉，没有干涉别的灯啊。你这一盏灯开亮了，也没有干涉别的灯啊。个个不同啊。然后才知道法界无量无边。迷的时候有，觉的时候就没有了。觉的时候才知道尽虚空变法界是一体，那是真正觉了。所以用心，心是一心，一心就能够破一切的障碍。二心那个障碍就生起来了，一生一切生无量无边的障碍通通都生。这个道理很深很深啊。世间人想不透啊，那些实在想不透啊，这宇宙从哪里来的？生命从哪里来的？人从哪里来的？第一个人又是谁？这都叫胡思乱想啊！能不能把事实真相想出来呢？决定不能。为什么不能呢？这个复杂的现象啊，就是从妄想生的。妄想怎么能够了解事实真相？所以佛告诉我们，什么都不想呢，真相大白，你就通通明了了。什么都不想了啊，
你用的是真心，真心是本有的，真心是不生不灭，妄心是有生有灭，真心是不生不灭。我们要明了这个道理，所以佛时时刻刻提醒我们，教我们用真心，不要用妄心。真心是清净心，真心是一念不生。可是我们凡夫习惯了用妄心，一切时一切处都由自己主观的观念，由自己的想法，由自己的看法，这个麻烦就来了。这也是我们学佛不能开悟的第一个因素啊，那就是没有办法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在生活当中，在修学当中，通通还用妄想分别执着，宝就没有了，光也没有了。立一切妄想分别执着，你真心现前，你心性里面的德能现前了，智慧现前了，这就是放光了。所以出现宝光这四个字里面含的意思无量无边了。都在一个真实，唯有真实才能够大放光明，遍照法界。这个道理我们要明了，佛说的一点都不错。我们要细心体会，要认真努力去学习。第二尊陈金刚床住海神，陈是成就，金刚是般若智慧，自信里面本具的智慧。床是表高显的意思，那么从这一个德号里面，我们就体会到，这是佛法里面所讲的两种智啊，根本智与后的智啊，成就两种圆满的智慧啊。金刚是根本智，床是后的智，根本智也叫做实智，真实的智慧；后的智也叫做全智，我们常常说的全巧方便，或者说善巧方便，都是属于全智。显示在自己日常生活当中，
显示在教化一切众生之中。你没有全知，不能够度众生。没有全知自己的生活，得不到幸福啊！可是全知从哪里来的？全知从实质里头来的啊！实质叫根本智啊！实质是什么呢？《般若经》上所说的“般若无知”，无知是真正的智慧啊，真知啊。无知起作用啊，无所不知。那个无很有意思啊，给诸位说，无很难懂。无不是什么都没有啊，什么都没有叫无，那谁不懂啊？那三岁小孩才懂啊。所以佛法里面讲无，讲空。这个意思很深，你看看我们在这经上读到的，诸佛如来化身大士无相啊，无相能现一切相，无知他能无所不知，他都在那个无上啊。我们今天的麻烦在哪里？我们样样想有，我们从来不懂得无的作用啊，这么大了，以为无了，那什么作用都没有了。所以我们把这个无的意思错解了，所以无知能无所不知，无相能现一切相。名号里面全舍二智，因为海是表信德，信德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智慧。大乘经上讲的三德密藏，化身般若解脱，这三样是以般若为枢纽啊。般若智慧现前，化身才能证得，解脱也能证得。化身无相啊，解脱能现一切相啊。那么这个名号里面关键在个成字，成就啊，显示这些神众圆满成就二智，出现宝光。从这里看，他哪里是普通的水神呢？这个主海神、主水神，前面主河神，在我们中国统称为龙王啊，海龙王、江有龙王啊、湖有龙王啊，甚至是井都有龙王。龙王大小不一样啊，水神的统称。所以从这个名号里面来看，他们都是诸佛如来应化的身相啊，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
应以竹海神得度啊，他就现竹海神而为说法嘛。第三尊原理成狗竹海神。成狗都是烦恼的代名词。原理就是我们常讲的断烦恼啊。这一些名词术语当中，我们要用智慧去观察，烦恼能不能断呢？烦恼不能断的，不能断而说断，这个断不是一刀两断的断，不是断绝这个断。你要把那个看法呢，你就完全错掉了。烦恼断掉了，那自信也断了，那有这个话呢？这个断是转换。大经里头又说，转烦恼成菩提。烦恼有没有了？烦恼没有了，烦恼变成菩提了。就烦恼没有，就说烦恼断了。菩提现前了，就说菩提生了。菩提是印度话，照中国的意思呢，就是觉悟啊。菩提是觉，那么由此可知，菩提跟烦恼是一桩事情。那烦恼断掉了，菩提也就没有了。这个我们要懂得了，把烦恼转变成菩提，这叫原理成狗啊。成是从境界上说的，叫沉静啊。狗就是烦恼，怎么个转变法？怎么个断法？这个要智慧。所以戒定慧三学功夫前身不相同啊。断烦恼是修行人最重要的一个课题。从哪里下手呢？从持戒下手。持戒很勉强啊。佛教给我们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一定要遵守啊，不可以违犯呐。那么这是初学，是用一种石头压草的方法，
控制住啊，天天接受佛菩萨的教诲，对佛菩萨升起恭敬心，愿意接受佛菩萨的教导，我们这样去做啊，做久了啊，这就得定，不做也不犯，也不会悔犯，这就渐渐得定。定可以把烦恼完全控制住，那就容易。这个在佛法里面叫做定恭敬，这就说明定里面有戒，得定的人决定不会破戒，不会犯戒。持戒的人不一定有定功，有定的人决定不会破戒。但是那个烦恼没有转啊，没转成菩提啊。佛法里面有个比喻，这是除草没有断根，定要失掉了呢，那个烦恼又起现行。你看这个六道里面反复的定功，四禅八定所以初禅以上那个人决定不会有恶念，不会有恶的行为得到禅定，他们所表现的决定是慈悲喜舍，四无量心现前了，绝不会有一个恶念了，定恭敬。可是纵然他能够达到非祥非非祥天第八定的最高了，寿命八万大劫，这个寿命是说什么，他的定功，他有这么深的定，能够支持八万大劫。八万大劫之后他定会失掉，失掉之后那个烦恼又起现行，所以他是凡夫，他不是圣人了。非非祥天人呢，还堕阿鼻地狱啊。这个世俗里的常讲啊，爬得高啊，摔得重啊。诸位如果要想明白这些事实真相，你去读楞严经。佛在楞严会上讲得很清楚，为什么原因他会堕落阿鼻地狱。那么到什么时候烦恼才不会起现行呢？智慧开了，烦恼就转变，转烦恼成菩提，把烦恼通通转变成智慧，无量的智慧无量的烦恼一变成为无量智慧，那就是从定里面呢开悟了。禅家讲的明心见性，大彻大悟，那就是圆理成垢，大彻大悟了。在教下讲
叫大开圆解，我们净土宗里面叫理业心不乱，名词不相同，意思是一样，都是达到转烦恼成菩提的境界，都达到这个境界。这个时候知道不但外面境界是不可得，般若经上告诉我们，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外面的境界是梦幻泡影，我们能够觉察外面境界的六根，六根呢也不是真的啊。金刚经上给我们讲三心不可得，能得的不可得，能得这个心不可得，所得的一切无都是因缘所生，缘起性空啊，了不可得，能所都不可得。那么我们要问，谁知道不可得呢？般若智慧照见呐！般若智慧在哪里呢？六根的根性六根的根性是真的，六根的那个识六识啊是虚妄的，那个不是真的。六根的根性是真的。楞严会上世尊就是为我们发明这个事实真相。所以佛教菩萨了。用见性见一切色，我们今天用的是什么？用眼识，你所见到外面的境界下叫色尘，眼识只能见到色尘啊，眼识是假的，色尘也是虚妄的佛教菩萨用见性见，那见的外面是什么？见外面是色性，这就叫明心见性明心是说你用的是见性你用的是见性，你所见的呢，见的是色性，那叫见性了。明心见性是这个意思我们闻声，我们用闻性闻身性凡夫是用耳识闻的深沉，六十对六尘你晓得这个事实真相，这个原理成果的意思你就明白了那么要怎样原理呢？真的那像教光大师所说的舍识用根，这个不容易
《楞严经》上所说的，观音菩萨会用啊，梵文文自性，性称无上道啊。观音菩萨用耳根啊，他用耳根的根性闻身性啊，这叫做梵文文自性。观音菩萨用这个法门修成无上道啊，修成正果的。那么这在楞严会上称之为耳根圆通章。也有不少同学读了楞严经啊，很想学这一招啊！我遇到不少人来问我，啊，问我怎样用见心见色心，啊，用闻心闻身心。我老实实告诉他。我会讲这个经啊，我不会用这个方法。这个道理方法我都懂，我不会用啊。那不会用怎么办呢？那我们还是找大势至菩萨。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他那个法子好学。都摄六根，净念相继，这个法子我们有办法下手啊。观音菩萨那个调太高了，哎，好是很好啊，我们没法子下手啊。怎么没法子下手呢？你来问我从哪里下手，你已经落在一时里面去了。我跟你讲的，讲的再清楚再明白，你听进去依旧落在意识里，不管用啊。还是念佛这个方法好啊。念佛这个方法也是特别法门，千万不要看轻了。许多人读楞严经，这个二十五圆通啊，只知道观世音菩萨这个法门特别，不晓得大势至这个法门特别，这叫粗心大意啊。两个特别法门不是一个啊。特别法门不按顺序排列，这个是特别法门。楞严经上这二十五个菩萨，如果按顺序排列，他是六根、六尘、六识、七大，按照这个排列的。那观世音菩萨要按这个顺序排列，应该排第二位。啊，六根嘛，六根。眼耳鼻舌身啊，意嘛，六根嘛啊，第一个是眼根，第二个应该就是观音菩萨的耳根啊。那么他没有按顺序排列，他摆在最后啊，排在最后去了啊，这叫特别法门啊。这个排到最后啊，太明显了。你看从第二位啊排到，把它放到第二十五位去了，太明显了。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啊，在七大里面是根大，那么照七大的顺序排列，地水火风空见识
根大就是净，那么按照顺序排列的时候，它应该排在第23了。最后一位是弥勒菩萨，弥勒菩萨是十大，地水火风空间十。他在弥勒菩萨的前面，按照顺序排。但是楞严会上呢，弥勒菩萨摆在前面，他摆在弥勒的后面，两个特别法门呐，这个我们要留意到，不是一个特别法门，两个特别法门。那么也许有同学要问，为什么不把大势至菩萨摆在最后呢？摆在观世音菩萨后面，那不是更好吗？我们看起来不是更清楚更明白吗？不行，不可以这个排法。观音菩萨排在最后，是切我们娑婆世界众生的根基，我们现前根基。观音菩萨在他方世界也许就排在第二位了，就不会排在最后了。文殊菩萨简选圆通啊，说得很清楚啊，十方真教体清净在英文啊，所以他排在最后，道理在此地。大势至菩萨这个法门遍其虚空法界一切诸佛刹土，它不是其一个世界，所有一切诸佛世界它统统适合，所以它排在第24啊。我们要是把这个意思看出来之后了，你才晓得这个念佛法门不可思议啊！念佛法门比那个耳根圆通还要殊胜。那么这是说到圆力成果的方法，真正了解不可得，真正明白一切法无所有啊，你在一切活动之中自然就不会着相了。不着就是原理，原理不是躲避，躲避它远远的，不是这个意思啊。心里头没有执着，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还要加一个没有妄想。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经所讲的全是化身大士啊，那么在我们凡夫，我们能够不执着就远离了，那再能够不分别那就更了不起了。那你要不是一切法当中不执着，给诸位说，你就离开六道轮回了。你要是在一切都不分别，那你离开十法界，在妄想通通都离开了时候，都没有了，那你就见证得如来圆满的
各位了。所以这个原理意思就很深，此地诸佛如来示现的，他那个原理是连四十一品无明都断尽了。那么我们把这个意思总结起来说，心根境界是不能够离开的。为什么呢？心能性境界所性，能所是一，不是二，它怎么能离得开呢？那么原理成垢啊，就是看破放下。看破帮助你放下，放下帮助你看破，这两种方法相辅相成。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功夫为什么不得力？你要把原因找出来啊！真正不得力的原因，我们读经、闻法，明白一点，明白怎么样呢？不肯去做。也就是听经闻法了，看破一点了，看破一点不肯放下，你这个功夫啊就止于这个地方，不能再向上提升。原因在此地，你懂得一点呢，你立刻就做，就做到，你就放下。这个放下了，又会帮助你更深入一层的去体悟。所以这两个方法相辅相成，不可以执着在一边，执着在一边就坏了。看破多少就放下多少，放下多少一定帮助你这个更深一层的看破，这样辗转相符，一直到如来究竟果位。你要说菩萨用什么方法修行？就是用的这个方法，这是从总的原理原则上来说，放下由于看破，看破由于放下。第四尊，浮水宫殿诸海神，这一尊菩萨德号里面，这个水也是运泽的意思，宫殿是慈悲加持的意思。这一部经上，前面宫殿说的很多，宫殿的意思是慈悲富裕。富是什么呢？盖福啊！我们住在宫殿里面，可以遮蔽风雨，
这是覆盖保护我们身心的安稳。鱼是养鱼所以宫殿有富裕的意思。水当然是法水法水滋润普是清净平等那么这一尊诸海神清净平等心广施法水富裕众生的取这个意思所以名号里面完全是度化众生的意思那么这也是我们应当要学习佛在经上告诉我们自他不二所以度化众生就是真正度自己如果没有利益一切众生的心自己是决定不能得度的原因在哪里我执破不了啊一切时一切处起心动念我的利益摆在第一位总想着自己你去想这个我执是多么的坚固我执不破决定不能够出离轮回纵然你一生断恶修善你所感得的果报也不过是三善道而已不能超越六道啊你要是造恶业那决定堕三恶道所以佛菩萨教我们念念想一切众生不要想自己起心动念都是利益广大众生这个名号里头就是这个意思第五尊吉祥宝月诸海神吉祥前面曾经多次读到这个名号那么也许同修当中有新来的前面没有听过的吉祥这两个字中国人常常挂在口边的吉祥这两个字怎么讲法这个一定要清楚啊简单的说你应该得到的福你得到了这是吉祥不应该得到的你要得到的话就不吉祥了就不是吉祥了那么换句话说我们在一生当中所获得的所享受的都是我们本分应该得到的
这个叫吉祥。凡是非分，你想获得，必定有灾祸在后。所以古时候人见面的时候，这个恭维的话都是吉祥。那么从佛法里面来说，与因果相应的，这就吉祥。善因一定得善果吧？恶因要得善果，那就不吉祥了。善因一定得善果。宝月都是信德的比喻，月光明，光是清凉的，能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啊！吉祥宝月。这个意思就深，意思就广了。我们自己不能违背这个原则，教化别人也不能离开这个原则。这一句话里面简简单单的说，就是善因一定得善果，反过来恶因一定有恶报。善因善果，这是吉祥宝月。所以德号里面呢，是劝勉我们断恶修善，积功累德。你所享受到的这个果报，就像清凉宝月一样。第六尊，妙化龙吉诸海神，这个名号我们一看就明了，菩萨以无碍的辩才啊，应机说法，能度一切不同根性的众生。妙化就是妙法。唯有佛法才成妙啊！龙是表变化啊，这个变化呢，在菩萨身份里面来说，随类现身是变化，随机说法是变化啊，这个都是龙的。表这个意思啊，吉也比这个高显的意思。古时候女子梳头发了，都头发梳得高高的，称为吉。那么在这个一个人的身份上呢，这是最高的地方。用这个字来比喻，来形容菩萨教化众生的善巧方便，我们今天讲高明极了，就是这个意思，非常高明啊。
第七尊，普持光位诸海神，持是不好持，永远不会失去啊。光在此的是智慧，位是法位也。普是平等。在四弘誓愿里面第三句说，法门无量誓愿学，普持得无量法门，那么现在我们在学习过程当中总是提倡一门深入，这个一门深入跟广学多闻，这里面有没有矛盾呢？特别是对于初学的同学，尤其是初学的知识分子，今天听到我们讲一门深入，他摇头啊，这一部经怎么能成就啊？这一句名号怎么能成功啊？他怀疑，他不相信啊。他想到佛法应该也同世法一样，要广学多闻。释迦牟尼佛说法49年嘛，佛说的那么多，我们当然要多学啊。这个话说的没错，是应当要广学多闻。那么现在为什么不准你广学多闻，叫你一门深入？这个道理你懂吗？广学多闻的条件是智慧开了才行啊。你智慧有没有开？你没有开智慧，没有开智慧怎么办呢？断烦恼。那四弘誓愿顺序不是这样的吗？先叫你发心，要你发度众生的心，众生无边誓愿度，发这个心。为什么要发这个心？这个心是菩提道上勇猛精进的动力。你没有这个心，你修行会懈怠懒散啊，不能成就啊。所以那是个动力了。世间人的劳动推动他的是名利。佛法里面名闻利养统统舍弃掉了。什么力量推动他？愿力。什么愿力呢？普度一切众生的愿力。所以这个一定要先发，不发这个心决定不会有成就了。所以愿力推动你，头一个要断烦恼。为什么呢？有烦恼就没有智慧。烦恼断掉了啊，智慧就现前了，你才能学法门啊。所以现在叫你一门深入，用意在哪里？断烦恼，没有别的啊。你现在要广修多闻，
只会增长烦恼，增长邪见，永远不会开悟啊！叫你一门深入说定心嘛，收心嘛，你不会胡思乱想嘛？起心动念在一门上嘛，容易得定啊！所以这个一门深入是断烦恼啊，烦恼断了，智慧现前了，才能够学法门。那个学法门呢，给诸位说，是长智慧。不是长佛学。如果你烦恼不断，你广学多闻，你天天增长是什么？佛学啊。佛学懂得很多啊。说佛学呢，是恭维你好听。清凉大师就一点都不客气了。清凉大师说什么？增长邪见。他不是讲的佛长佛学，长邪见呐。所以四弘誓愿，佛已经把修学的顺序阶段告诉我们了。我们从哪里下手，怎么个学法。所以我们修净土的人，在这一生当中，四弘誓愿只要修前面两条啊，后面两条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到极乐世界再办。你看看多神似啊。那四弘誓愿现在完成一半，到西方极乐世界完成后一半。我们修净宗是这个做法，越是专精越容易成就，我们才真正能够得一心不乱了，得功夫成片，决定往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好处大家都知道了，不用我在此地多说了。第一个好处，无量寿啊！广学多闻，有的是时间，时间长得很。有的是修学的好环境。西方极乐世界，诸上善人聚会一处。你看看古大德，注解《无量寿经》，注解《阿弥陀经》。上善是指什么什么人呢？等觉菩萨，叫上善。说明西方极乐世界的等觉菩萨无量无边呐，跟这些人天天在一起，哪有不长进的道理？所以成就快速啊！你要问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不会退转？天天跟等觉菩萨在一起，想退也退不下来。那他们提携你，他们帮助你，又何况每一天去供养十方诸佛，
你说这个福报多大？我们供养一尊佛都供养不到，啊，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天天去供养十方佛，啊，一尊佛都不漏啊。既供佛，当然听佛说法，每一天接受十方佛的教诲。所以那个地方成佛快啊，一生就成就啊。这是他方世界所不能够相比。扶持光位啊，智慧法位，第八尊宝焰华光诸海神，宝是指的信德、信体、信德、信用，这都是宝啊。焰在此地也表智慧。佛经里面，金刚表智慧，光明表智慧，火焰也表智慧。宝焰两个字合在一起，就是自信本具的智慧。那么我们很明显地看出来，这个智慧实质啊，花光是全智，花表阴性的。通常在大乘法里面，花表六波罗蜜，六波罗蜜前面五条都是四相啊，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都是讲的四相。末后一条，这是般若，是智慧。般若是理，它不是事啊。理事要圆融，这才称般若蜜。理跟事分开了，那就不叫般若蜜了。所以我们现前许多人所修的这个六度，实在讲的是六种福不能称为度。怎么不能称度？布施度兼贪，我们还有没有贪心？还有没有兼吝的念头？如果还有坚定的念头，还有贪心，天天修布施没用啊，没度你啊，你没得度啊。啊，没有度，那个布施变成什么？变成福报。啊，三界有漏的福报啊。
为什么没能度得了呢？布施里面没有智慧，没有般若。布施里头要有般若智慧呀，那就得度了。把你的贪嗔布施掉了，这才叫布施波罗蜜。波罗蜜是梵语，那么翻成中国的意思，最适当的说法呢，翻作圆满，究竟圆满。你的布施做到究竟圆满，那么照梵文字面上的意思翻，古人把它翻作到彼岸，也好，到彼岸呢，就是我们一般讲啊，到家了，功夫到家了，所以到家也是圆满的意思。那么持戒，持戒是个修行的方法了。目的是在哪里呢？目的是在断恶业。不但身口不造恶了，念头的恶念都没有了。以什么为标准呢？舍善为标准，舍善是身口意也。这个食物完全转成舍善，谁能做到究竟圆满呢？如来果地上圆满。所以我们常常看佛像，一般是画的佛像，画的佛像啊，这个佛光圆光，通常圆光顶上写了三个字，这三个字多半是梵文写的，也有华文的，这三个字念的嗡阿吽。什么意思呢？三业清净的，就是身口意三业清净。嗡是身，阿是口，吽是意，身口意三业清净的，十善做到圆满了。所以你看看十善。是初发心的人学的，到如来果地上才究竟圆满。等觉菩萨还有一品身相无明没破，他的三业不圆满。所以在华严经上啊，等觉菩萨没有离开初心菩萨的行门呢、初心菩萨修十善无界十善呢、等觉菩萨还是修无界十善。这个华严里面讲的一皆一切，一切皆一，任何一位都圆满含摄一切位，显示出行部不爱圆融，圆融不爱行部，行部是次第，圆融是没有次第，次第跟无次第是融通的。那么这个称之为不思议解脱境界。
那么在此地，这个花呢，就代表菩萨无量的法门。一一法，只要与宝焰相应，宝焰是般若智慧，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相应，那行行都放光明啊！这个光就是任何一个行法，你都做得非常圆满，值得大家赞叹啊！值得大家向你学习，行行放光啊！诸位一定要记住，菩萨心包括我们全部的生活行为，包括我们一生所有的活动，第九尊金刚妙极诸海神，金刚在此地是指智慧，跟前面乘金刚床诸海神名号的意思相同。跟前面一尊宝焰华光诸海神的名号异曲大同小异，金刚就是宝焰啊，妙极就是华光啊。差别当然名号上不一样啊，一定有差别。这个地方差别就在妙。什么叫妙呢？不着相就妙了，着相就不妙了。换一句话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工作当中，无疑不是菩萨心啊。这个过去我们讲的很多啊。任何一桩事情都与菩萨六波罗蜜相应，这就是菩萨心。那我们要问的，我们喝茶吃饭相不相应？相应。不但喝茶吃饭相应啊，你喝茶每一口茶都是六波罗蜜，你吃饭呢每一粒米饭呢也具足六波罗蜜，然后才知道啊，确实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啊，哪一个行不是菩萨行？哪一法不是菩萨法？妙，妙在能所居不可得。妙在这个地方，
一吃饭的时候，能吃所吃都不可得啊，虽不可得还照样吃啊，不是不吃啊，到时候就吃啊。这里面呢，通通都显示空有两边不住啊，这才叫妙啊！那即就是高明啊！方东梅先生所说的，佛法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最高的享受是妙极之意啊。所以我们要很细心地去体会。要用智慧去观察。然后我们才会得到真实的受用，也就是知道我们应该怎样生活，应该怎样工作，过佛菩萨的生活，做佛菩萨的工作。佛菩萨做些什么工作呢？就是我们现在所做的工作，一丝毫没有改变。那才叫妙啊！为什么以前那就不妙了？以前你不明白不觉啊，以前呢，你的生活工作这里头夹杂着妄想分别执着，那就不妙了，那是反复的生活。现在呀，你的生活工作里面已经远离妄想分别执着，那就妙了。佛菩萨跟凡夫差别就在这一念之间。这一念转过来，超凡入圣。转不过来，这生死反复。顶多在佛门里面修一点福而已。所以从前李炳老常常劝人呐，学佛改心呐。说在这个改心，就是改变你心里面的想法看法，你要改变了。我们想法看法错了，依照佛在经典上所说的，那是正确的。我们来做一个转变，这是真正的学佛。那么这是金刚妙极含的意思，幕后一尊海潮雷音诸海神，这个名号是形容诸佛菩萨为一切众生现身说法，不设时机，应该在什么时候实现，所以所谓的时界因缘，时界因缘到了自然就实现，时界因缘不成熟不会实现。海潮比喻是有一定的时候，
到涨潮的时候一定涨潮。他不会错误的。不该涨潮的时候决定不会涨潮。所以这个经论里头常常用海潮音来比喻佛菩萨说法。说海潮音说法不设时机。什么时候该说什么法一定就跟你讲。时机因缘不成熟决定不说。海潮含着这个意思。这里面也包括现身。雷音。这个意思也很多。前面也曾经介绍过。主要的雷音能够震动人心，能够惊觉世人，比喻如来说法了，能够震动我们无始劫来的迷惑。取这个意思。第二个意思，雷的声音，原文。比喻，如来说法，应声遍虚空法界。机缘成熟，都能够听闻的。每一个人机缘都不相同，所以诸佛如来讲经说法，不但在理上说，从来没有间断过。事上亦复如是啊。过去智者大师讲《法华经》，他老人家入定，在定中亲自见到释迦牟尼佛在灵鹫山讲《法华经》，他还听了一座。出定之后告诉别人，释迦牟尼佛讲《法华经》的法会还没散呢。这是一桩什么事情？现在科学家讲啊，时光倒流啊，科学家懂得，他们肯定这个时间呢，过去、现在、未来同时存在，过去、现在、未来同时存在，这是科学家发现的。但是不知道怎么样回到过去，不晓得怎样啊走入未来，现在没办法。我们佛家用禅定的这个方法了，禅定里面没有界限，这个时空打破了，可以回到过去
也可以走入未来。那么智者大师呢，那就是回到过去了。智者大师那个时代去释迦牟尼佛1000多年了，他回到过去了。如果观察到未来啊，那就现在所讲的预言，确确实实能够看到几千年以后的事情，也能看到几千年以前的事情，可以参与啊。所以佛法里面讲的这个确实很有道理，海潮雷音说明现身说法不设机，如果诸位真正发现一心想到，那就是张家大师讲的话了。我们一生都受佛菩萨照，自己不要操一点心呐。顺境逆境都是佛菩萨妥善安排，我们会在生活里面，会在境缘当中长生欢喜心，长生感恩戴德之心，蒙住佛菩萨照顾啊。世界因缘成熟，我们的心愿呢就能够现前，佛师门中有求必应啊。这个求不是为自己，为自己未必有感应，为众生，为佛法常住世间，那诸佛菩萨怎么会不加持你？怎么会不满你的愿？你没有得加持，愿望不能兑现，这是十界因缘没成熟。我们自己应该认真努力修学，努力修学了消除业障啊，这个有愿而不能够满愿，是因为自己有业障啊。我们求不得，求不得是有业障啊。业障消除了，有求必应啊。怎么消业障？改过自新呐，我们的过失就是妄想分别执着的过失啊。妄想分别执着里面最严重的是非人我贪嗔痴慢啊，自私自利，这个最严重啊。知道这些过失了，彻底把它改过来，我们业障就消除了。然后有求必应啊。那么这个都是海潮雷音里面所含的
意思，含义实在是无量无边，说之不尽啊。如是等二位上首，其数无量。这一句是这一段里面的总结。参加华严海会，主海神无量无边啊。谢以如来功德大海充满其身，这是探德，我们应当要学的。他们每一位都以如来功德大海充满其身。如来功德大海就是法性大海，智慧、德相、广大无尽的智慧，在这里面讲的很多啊。德相，德是德能。我们今天讲的能力啊，万德万能。相是色相，能现种种相啊。能言种种法，能说种种法，那是德。能现种种相，这是相，智慧德相，深广无尽，充满其身。我们这个身也能得到啊。问题，我们会不会学？怎么学法？依照这十位上首名号功德就行。我们读了听了，要把它做到，变成自己的智慧德能，这就是充满我们的色身。今天时间到了。